谢谢。怎么开啊？好像这样。好犀利啊。是啊。我家那边没这种茶，没喝过。我们那儿也没有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他是陌生人。我叫雪碧。你叫雪碧啊？那我就叫凉茶喽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哦，对了，我有手机，你有吗？有。要不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吧。干什么去了？去这么久？没有，刚才认识了个新朋友。哎，对了，好东西给你留了一口。哼，我这么高贵的混族血统，怎么能随便喝平民的东西？拜托啊。那我就把它全喝了。哎。哎呦我赞。好喝。回去的时候带两箱回去。我就说这个东西好喝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刚说的那个新朋友，他人可好了。他，喂，你能不能把心思放在找到圣女上面，别走神了。哎，那我们去找那什么铁汉武师吧。你感觉到没有？就连我都闻到混乱气息了。我也感觉到了，来这儿还第一次出现。快打开第三提示看看。俊潇洒，有特殊能力的武法高手。哼，英俊潇洒，特殊武法高手。哼，那是跟你比吗？怎么可能跟我比？提示上要找英俊潇洒的武法高手，玄冠还是你最玄冠，没有人能比你玄冠。你以为我笨到听不懂你在臭我吗？臭小子。谢。哎，那个臭丫头那么辣也能舞得跳，这么硬，我可警告你，你要是不能跳赢她，让大家夜夜做噩梦的话，你可会再被抛弃了哟。他就是英俊潇洒，有特殊武艺的混武法高手，是不是提示出错了？怎么可能是这货？霍远将军不会出错的。没想到臭丫头还是武法天女，那云飞，我得提前准备一下。你们是谁？来干什么？我们是从武力世界过来的混武族。根据情报显示，你是混族的后裔。好笑，就算你们是混武族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是又怎么样？我们是霍乱将军派到这里来的，在执行一项非常重要，关系着混武族千秋大业的秘密任务。你是混族的后裔，所以要听命协助我们。什么的后裔？你们怎么不说我也是猴子的后裔？神经病！出去！哼，看来我们的后辈还真是犟，他竟然敢跟我们顶嘴。你们再不离开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那就先让你看看爷爷我的厉害吧。恶大混乱，铁皮库米亚，住人！就算你们说的是真的，我帮你们有什么好处？这是你的使命，为了混武族的崛起，为了混武族的宏图霸业能千秋万世。和这家伙说这些没用。不关我的事，那是你家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哼，好吧，愚
蠢的后辈。我们可以帮助你对付你不喜欢的人。你想除掉谁，我就让他一想到你，哼，就不要累。你就答应吧，其实我们也不需要你做什么，就是收留一下我们。我们初来乍到，无处可去，你只要管吃管住。对，还要帮我们恢复。闭上你的笨嘴。对，你还需帮我们灌输这儿的知识。对，没错。看上去他们会点东西，先留下看看再说，说不定以后可以派用场加大混乱噩梦。好啊，那我就发发好心收留你们吧。哎，刚刚陪我练这么长时间，累不累？不累。哎，在舞蹈班练舞也不错，就是那个自以为是的班长，又骄傲又自以为是，而且每次来教训我，每一个优美的姿态都是从勤奋练习的汗水中获得的。哼，有很了不起吗？这话小时候我妈就跟我讲过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看起来你好像很生气哦。不生气就生病了。好了啦。不过跳舞实在太啰嗦了，动作又没力气。哎，我怕是要让芷仙姐姐和老爸失望了。别气馁嘛，你可是天女呢，可是肩负重任的哟。舞蹈嘛，好好再练就行的，对吧？混舞法接近，导弹玩偶接近。什么？哎，在那儿。哎，小姨。总算来了哟，来回头年再加一个，这是双喜临门啊。雅儿，你找个地方躲躲，我要净化他。雪姨，你小心点啊。让你做我的手下跟班，从此不捣乱。启动甜美舞法，请赐我甜美微笑。朵蕊朵蕊，让我甜美世界。甜美朵蕊，甜美舞法，转移。干净超人，朵蕊绝色。跳跃甜美舞法的璀璨仙女，舞法用力，以我甜美之心融化所有调皮捣蛋。Strawberry， 朵蕊仙女 ，Dancing Baby， 朵蕊。全世界，朵蕊 baby dancing， 跟朵蕊一起甜美吧！讨厌的酸梅丫头，看我的大火爆炒拳！水晶力，来吧！夺人水晶音乐，以甜美三跳步加圆弧，启动甜美朵蕊的音乐舞法，让对手瞬间失去重心。加大有力的烈火爆炒拳，雅儿快跑！
来。